他怎么欠的哈？再给你写一张啊，不欠啊，不欠这张，好好好看啊。啥都懂啊。好了，不欠好了啊，结账了啊。好了，现在就是。晨晨好。该过了。设计的别致一点，这种一般。哎呦，就是我想要那种一点。行了，我给你多写五六种了，懂吗？好，我也设计一下。五六种了啊，懂没？没有言字旁，我有言字旁。你这有点是吗？言字旁。言字旁。错了。这个言字旁啊。咱们签名签干什么用的都比较好看，名字不认识，挺好看的。这当初签名不找钱，横着签，到餐馆不给钱，横着签的。这个就代表这个城的一个口子啊，城呢，啊，多到位，你看看啊，几张呢？两张。你签几个？6张。5张。5张啊？听我。6张，5张。我明白他的那个就是规律了。就是这个把数字一换到一，不算什么。可能我这名字设计不出来什么。你这名字写的不很好看吗？很好，是蛮好的。还有的吗？写我怕你是正色的，再给你写一种。这个写一种是不认识的这个。写一种啊。这怎么看呢？这就叫晨晨啊。我喜欢是这个。那晨晨啊。这样反过来看。这个城，没办法反过来，这个城是这个城哈，见过的是吧？中央可能几张了，5张了，差不多的。然后一张给你进。张纸。